经熟了。嗯啊，不行，哦，我按一下啊。非常的鲜，倒出来。Hello， 我是酱酱，今天我们又要吃火锅了。最近冬天了，然后我们就想吃一点养生的火锅，所以今天买了半个冬瓜，准备做冬瓜盅。就是要把它挖空，一会儿我们就把它放进我们的锅里面去。好滑呀，小虾。我现在要让它按着不动，让它彻底粘上。粘上了之后，我们就压下去。啊，不行，不，刚刚没成功，我现在再来一次。这一次要把它按紧一点，然后让它彻底粘上。哎，成功了！我问你要加一点，不然它会糊。哇，差不多开了，都已经冒小泡了。几个花蟹提提鲜，已经熟了，尝一点。嗯，放了花甲，然后现在吃着盐味是正好的。煮冬瓜盅不需要额外的放盐，因为就海鲜里面会有一些盐分。哇，好鲜啊！